如果你唔守我哋嘅規矩，我就會踢你出去。為咗一單法援，唔見咗一單死嘅交易，我想問二澤奇一個準則究竟係乜嘢？喺呢一度就由我一個人説了算。你為咗擅張強，偽造段錄音嚟屈佢，你係律師嚟㗎。最大最惡嗰個係我 ，Case Now， 我叫人行。如果邊個仲敢企喺度嘅，佢就好似張強咁，死咗唔知咩事。四九。不是我不夠你奸不夠你賤，是我不夠你癲的。這間公司每一個人做些什麼是由我說了算，為什麼十六樓間房不是我坐，為什麼主席的位置不是我坐，癲那個應該是卓繼堯。你是這個鬥獸場裡面最惡的獅子，誰咬你一口你咬回他兩口，要他害怕你怕了你，長仗還要打下去。你又在做土皇帝嘛，我就在這裡賴死不走。我唔單止要土皇帝冇得做，我要呢個地方連企都冇得企。我張強話嘅，我就係等呢一日，邊個有本事就邊個企到最後。